耶、yeah, 哇，机器你好，导演好。歌手陶喆为其新专辑自导自演的电影《暗恋》近日在台北行星影城举行首映，陶喆携女主角杨谨华一同出席。一个称景华演技高于美貌，一个说导演细心又有才华，彼此都是对对方欣赏有加。景华也在陶喆掌心用手指写下了698，祝愿陶喆的最新专辑《六九乐章》能够一路大卖。大方的啦，我觉得这个以那个女主角身份要恭贺陶喆导演梦顺利的圆满达成，并且也要祝他这个专辑六九发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帮你拿一下麦克风。谢谢景华今天的亮丽出席，来拥抱一下。也要谢谢两位呢，这一次在这个影像方面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合。之前陶喆曾表示过合约将近，准备逢卖一年，今日他正式表示自己是一个做事喜欢全情投入的人，导演电影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，而逢卖也是有可能随之延续一年或三年不等，这也表示了他对于导演事业的认真。这个封麦呢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因为我真的要我，当我去这个投入做电影的时候，我不太会去做别的事情了。对，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100%就会 focus 在这个电影的上面。所以，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音乐绝对会有一段时间，可能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可能都不会去碰。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一个我对于电影的这件事情的一种认真吧。就是我不是玩票性质的，我是真的要去做。对。陶喆多年前曾因右手食指骨折就医，却留下了手指僵硬的后遗症，无法灵巧地弹奏乐器，因此控告骨科名医陈弘毅医疗疏失，但对方却称自己已经尽到了医者的义务，是陶喆本身没有配合治疗。陶喆今日称此案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，对于医生的解释不置可否，只是静待最后的审判结果。至于说这个的部分，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进入了这个司法的这个程序，所以我也不太想去讲太多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等到最后的这个司法的这个一个判决吧。我觉得医生的说法接不接受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，我觉得现在是看我们台湾的法律跟司法的这个程序他们怎么决定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